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 English Paper 2 Section A Set 2。同学们，请看看它的题目：Read the advertisement below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dialogue。读以下的这一个 advertisement 就是广告啊。很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啊，广告。同学们写下来，广告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要卖这个东西的，一个资讯。Below 啊，and read it, complete the following dialogue 啊，dialogue 一样就是我们的对话，OK，对话。好，同学们都知道哦。我们来看，Looking for the cheapest hotel for your family vacation？你说 looking 就说 looking 就是寻找啊，寻找。这里的意思不是指说看。啊，look 是看嘛，对不对？那 looking 就是说你在寻找 for the cheapest 就是最便宜的啊，cheapest 就是最便宜的 hotel for your family vacation，the family vacation 好，vacation 是什么东西呢？大家猜一猜呢？同学们最喜欢的哈，假期到的时候呢，你们会去做什么呢？跟家人一起去？对了，度假，OK，好，同学们写下来，vacation 就是度假的意思。Look no more，不需要找了啊，no more 意思说不需要继续找了。Wonders Hotel is offering you the greatest deal of all times。好，Wonder Hotel 是一个它的店名，Wonder Hotel 它的店名 is offering 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同学。Offer，当你听到人家讲"哦，我 offer 你这个东西了"offer 的意思是说他提出的意思，提出啊，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另外的，就是给予也是可以啊，给予的意思也是可以啊，或者是出价啊，不是那个价给的，而是这个给你一个更便宜的价钱啊，greatest deal，greatest 就是最好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 deal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交易，deal 就是交易，of all time，每一次我们都给你最好的交易。好，我们来看下面，room A、B、C 有三间房哦，room A、room B、room C，第一个150 per night，好，150令吉啊，一个晚上。One queen size bed，queen size bed，OK，好，就是这个我们的一张床哦，双人床的意思。And one single bed，好，这个 queen size bed，同学们可以写这样，好，双人床哈，queen size，你记得 queen 就是我们的这个皇后啊，皇后啊的，它的意思在里面的术语是这样的啊，And one single bed。单人床，single bed 就单人床。Room facing the swimming pool，这个房间呢是面向这个游泳池的。Free breakfast，免费的早餐。OK，Room B，175 per night，一晚175令吉哦。Two queen size beds，好，两个双人床哦。啊，刚才那是第一个，一个是双人床，这个是两个双人床哦。Room facing a busy road，但是这个房间哦，它面向这一个 facing 就是面向，朝向的意思。A busy road 就是很这个忙碌啊，或者是很吵闹的这个路。Free breakfast 啊，它也是免费早餐。好，我们来看第 C 第三间这房间，220 per night。220令吉一个晚上，two queen size beds，两个 queen size bed，两个双人床的意思。两个双人床就说能几个人呢？四个人了。And one single bed，还有一个单人床。Room facing a beautiful garden，这个房间呢就面向这一个美丽的花园。Free breakfast and dinner，它是免费这个早餐还有晚餐的。那么，同学们，我们看到这三种这个不同的房间的时候啊，首先我要问问自己，你要找怎么样的房间？你是一个人吗？还是两个人来？还是
几个人来，如果你多人的话，那你就要去注意看看你需要几张的床。所以呢，同学们，这样的一个information 哦，在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你跟你的家人去旅行哦，那你的家人虽然是你父母亲在做决定，可是当你长大之后呢，又由你来做一个决定啊。你们会需要订酒店，那你就要去分析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房间，因为最重要的是它的价钱都不同啊，越贵的肯定是越好的东西，可是呢，它就比较贵了。好，我们现在继续的往下看。Based on the advertisement，啊，根据以上的这一个广告呢，complete the dialogue below with the correct information。好，请完成以下的这一个对话呢，用正确的资讯。Mr. Yong，好，杨先生说，Hello，Hi，I would like to book a hotel room for me and my family。我要订一个酒店。房间给我，还有我的家人。Receptionist，好，这个 receptionist 呢，老师要同学们记住哦。Receptionist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接待员啊。同学们有看过接待员吗？好，也这个接待员的意思就是，好，看得到吗？好，老师再打对一次，接待员。好，这个，他们就是负责接待这个。酒店的这个住客的，那么这个在这个 counter，也就是柜台那边站着的、负责的那一些人员呢，我们也称为接待员。然后出来帮你领这一个你的包包啊，或者是行李的，他们也是算是接待员 （receptionist）。好，请同学们记得喽。好，What kind of room are you looking for, sir？好，他问他 What kind？What kind？请同学们写下来。什么类型？OK，什么类型？什么类型就是 what kind？Of room，你要找这样的房间？Sir，先生，Mr. Yong 说，I'm looking for the cheapest room that you have。我要找最便宜的这一个房间。That you have 就是你有的最便宜的房间。好，这个 reception 你去说，Our cheapest room costs。好，cost 要是说价钱多少，cost，价钱多少？It has one queen size bed，它有一个双人床，and 和，好什么？OK，Mr. Yong 说，that won't do，不行诶。OK，there are four of us in our family，我们这里呢有四个人，在我的家人里面共有四个人的意思。Receptionist 说，We have another room。我们有另外一个房间，which costs，它呢的价格是175 ringgit per night，175令吉一个晚上。The room faces 这个房间的面向。好，Mr. Yong 说，Do you have a room with a quieter environment？你有没有一个房间是比较？这个 quieter 是比较安静的，它的原本字是 quiet，quiet，它加上一个 er，就是我们之前学的 comparative，就是比较安静的。诶，比较安静的，较安静的，好，这里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意思，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意思。Yes, we do. 我们有。It'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other room. 它是非比较贵的。Expensive 就是贵，expensive 就贵。Than，然后比起其他的房间，the room faces 这个房间面向那里。You will get 你会得到什么？Two。好，Mr. Yong 说 That will be great。大是非常的好，I would like to book that room, please。好，我想要订那间房间，请。好，同学们，现在老师给还没有做的同学呢，请停一停，那这个短片，然后自己先回答。老师给大家先回答。好，同学们可以暂停短片。
好，那已经回答好的同学呢，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讨论。OK，我们先看一看第一题，Our cheapest room costs，我们最便宜的这个房间 cost 价钱是多少？好，关键词在哪一个？关键词就是 cheapest room，最便宜的。那你要往上去找，哪一个是最便宜的？好，150、175还有220，是的，答案是150。那么你在这里。要写，OK，which costs RM 150。好，那我们通常呢，我们在写这一个价钱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一个酒店，我们都会写它是，不是普尔，好，是多久，是多少天，一个天啊，per night。那如果你有去吃这个 buffet，比如说这个自助餐，我们有一些会写。per person 有听过吗？或者是有 per pax。如果同学们看到这个字，都是指人的意思。但是这里呢，我们是要 per night，一个晚上多少钱？好，你们要这样子来写。答案是 RM 150 per night。OK，it has one queen size bed，它有一个双人床 and 和什么？好，这里告诉你了。Queen size bed 已经有了这个资讯，我们来找另外一个资讯。OK，我们往上看，好，这里有了 one queen size bed 已经写了。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的，就是 and one single bed 还没有写。那同学们要把这个 one single bed 给抄下去。好，one single。bed，好，这就是答案。好，虽然呢，他写到他这里放到很长的这个线给大家，大家千万不要吓到。那同学们请注意哦，你们如果你的这个，你的抄的时候呢，你把其中一个 alphabet 写错了的话，那是会被扣分的，明白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看。第三题，We have another room。我们有另外一间房间，which costs 175 ringgit，175 ringgit per night。The room faces 好，关键词是哪一个？对，faces 它面向哪里？好，我们知道这是175的，我们往一看175的这一个房间，然后看它朝向哪里。啊，175在这里，OK。然后呢，faces 在哪里？Yes，这里 facing a busy road。那这里是 facing a busy road，那我们要自己在这里写，好，它已经给你 face 了，OK。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填好它，face 什么呢？对了，a busy road。好，后面已经给你点了，你不需要再加点了。好，我们看第四题，the room faces。这个房间呢，面向哪里？我们先看前面。Yes, we do. I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other rooms. 好，它比较比别人最比较贵。好，我们刚刚前面两间都已经讲了。我们看第三个 faces，两间刚刚这个已经讲了，对不对？好，这个讲我们剩这个，它是比较贵的。那么它 faces 哪里？Yes，关键词又在这里 face。那么哪一个呢？Yes, beautiful。Garden，那为什么他这些贵的都会给你这些好比较好的呢？当然啦，都说了一分钱一分货，那么这里答案是什么呢？Yes，faces，那记得要加上 a beautiful garden，a beautiful garden。Last，you will get，你将会得到。好，这里一个关键词 get，得到。得到什么东西呢？你就要往上再去找。好，我们知道 queen size room facing 有了。好，通常呢，这个是跟着资讯走哦。好，往下 get 什么呢？Free breakfast and dinner，还是 two queen size bed and one single bed？你觉得会哪一个？好，答案应该是 free breakfast and
dinner。好，这里看到、啊、这里是大号哦，不要直接抄大号下去。你抄大号下去的话，你将会被扣分。好，那么这里的答案就是 free breakfast and dinner。好，这个就是这第五题的答案。好，同学们都明白今天的讨论吗？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写给老师，或者是可以告诉老师你的想法，任何的东西都可以。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